我嚟嗰時間咧，我不斷係咁將我鏡頭收，我哋呢邊好細小個圈收，收到呢度貼住啦。而家呢度啦，佢仲推我，佢用個身拉過嚟，我點啊？我一圓嘅反彈啊，咁佢圓嘅反彈啊。嗱 ，OK， 係佢嗱，到呢度如果有可能咧，將個圓繼續射出去啦，個圈射出去啦。但係佢如果佢唔貼我身點咧？我一路接住佢手喺度鬆，我就往呢度啦，往呢邊過啦。OK， 如果係慢嘅勁就咁做啊。快嘅勁點樣接啊？同一道理，搞嚟。係啦，我拉隻手都好啊，有啲勁你仲多啲。我頭先拉隻手，但係勁你仲喺度。勁還是連的。啊！啊！快慢都嗰種勁。快慢都係咩勁？咁咧點樣能夠喺一剎那間？如果在一剎那間，一個接咗勁，一個圓勁，忽然間打翻轉頭啦！一個接一個圓，突然反回啦！啊！哦！你睇下，啊！不小心牙齒都冇了。佢個上盤俾我封死啦，得唔得？上盤封住啦，慢動作啦。我幾想多少少。哇！如果呢個勁度打唔到點啊？佢衝嘅力太大點啊？这个偏生，我这个偏生拿着他的，看师傅一直在肘在转啊，他以后会给肘的呀。啊，我一个脚起来，我不敢开后师傅。马正哥，谁动脚在这里？啊，可以。OK， 你成日讲啦，嗱，师傅用下腿俾你啦。我有腳啊！我唔係打佢呢度噶，你睇下。唔係，直接開。打喺呢度噶。他今天從胯一直踩下去。不是你衝出去打人家那一腳就沒了。所以橫嘅拋呢個啦，呢個腳法又唔用啦。啊！個手都起唔到。你手都起不来，高弹脚了，